我相信香港點解可以做到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？固然我哋正話我提到嗰個文化嘅背景啦，我哋以中華文化作為我哋深厚嘅根基，加上我哋受西方文化嘅影響啦，呢個固然係其中一個原因。但係一國兩制咧，其實亦都係喺制度上邊咧，容許我哋係喺個文化政策上邊咧，同內地咧係有一啲可以有一啲不同嘅地方啊，我哋點樣推動個文化，或者我哋嘅做嘅方法啊，或者方向啊，都可以有少少喺個大體政策之下，仍然可以有自己一啲唔同嘅地方。咁我哋就係利用呢啲咧，去發揮我哋作為一個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一啲嘅作用。